行。你们可以选个季节，一个是八月或者九月去那边，还有那个烟火大会看；另一个就是冬天去北海道泡温泉、吃怀石。我负责把你们安排好，你们负责淘米就行了。行，要不就不冬天了。我觉得冬天，但是冬天的北海道你去过一次，你就想经常去了，真的。有点冷。北海道真的很好玩。哦，现在看着盖伦头就晕。哈，独宰盖伦来一个。看着盖伦头都晕呀。打不打？打不打？打！我还人了，家人们。打 ！One two， 盲僧。舅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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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帮你打，那我要死了。好好好 ，OK， 波神，你好伟大。呜呼，跑路。二换一，换。支付按。我把音乐关了。哎，哥们死了。我媳妇说九月去日本可以，想看烟火大会，冬天也可以再去一次。她想去日本泡温泉，她什么都想。哎、冬天北海道温泉真的很爽，但是赶路会有点累哈。没事，不行办个签证。建议你们要去玩就出去玩，玩个至少三五天，别去个两天回来，妈累死了。三五天吗？我寻思我们不得去一个礼拜吗？一个礼拜那就更好了，我带你们从关东玩到关西。好的，出去玩三天玩啥去呀、啊？哎，我之前在日本的时候，事业心有点重的，整天就想着直播没好好玩，一直觉得很遗憾。就去玩了一次，玩就得玩好一点，玩的时间长一点才行。哎，我怎么老是在他这个范围内呢？这个人这么厉害吗？谁？赛恩。我三费打不过他五费。几天不对线感觉完了，有点生疏了。感觉大家对泰国印象现在都好差哦，为什么？突然都好差。消失的他。消失的他。可是之前印象没那么差，现在一样都贼差。一说去泰国，所有全都是你能活着回来不？还能见着你不？能见着你不？他们可能感觉泰国比较乱。但其实是不是还行？我们四五，好像还行。四五个人去，又不贪便宜，也不乱走路，就该只去该去的地方，应该还行。哎，不去可以。波神，这个人没有闪现的不？打完这个眼就去。那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杀人重要。打了就行。你就往中走就行，我觉得吧。杀！这把这中路就是无限送人头，就干他就完事儿。哎！为什么不一直跑呢？波神，刚才为什么跑了？回头，盲僧，盲僧，盲僧来了，盲僧来了，盲僧来了。记得 Q 他，记得 Q 他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可以 Q 他，波神。真的吗？可以 Q 他，你把 Q 留着。真的真的真的。跟我上！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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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！你有惩戒不？他想踢，他想踢我，他想踢我，他想踢我！嗨！哎，完了，我没有闪现，忘了。怎么样？这一身回可以。我好帅！很帅！旋风冲锋，龙卷风！坏了，我中路崩了。好崩！哎，你自己造成的，跟我可没关系啊。OK， 不用赖我。怎么的？
波神，你可以再来抓他一波、okay. 好吗？好的。怎么的？你觉得我是从我这边过去，还是从你从他后那边过去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他技能已经没了，他交完了技能。你等我溜的啊，你别急。他好像闻到我身上的味儿了。这个波罗塞冬的味儿。OK。是的，他的嗅觉很敏锐。是杀戮的杀意，懂吗？他闻到我的杀意了。杀意感知。啊！哎，上路上路。没事，我直接一个大宝剑将他拿下。牛的。我的问题忘了给你报命似的，没事。师傅说我疯狂掉帧，赛因没有疾跑了。现在呢 ？OK。我们的现在还掉不？三项吗？三项给轮啊？啊？不出羊刀吗？啊，羊刀饮血可以。我操，舔呢？哎呀哈！可以可以，还有舔没有？还有舔没有？舔住舔住！他跑，我没舔，我忍。算了，不舔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那个什么 ，C 哥。二一 ，C 哥。看到了。嗯。不活了。牛在这。坏坏 ，C 哥 ，C 哥，好。咋了？放心吧，哥们儿给他上演员了，重伤他。换路了，哦哼！哎，我会被他杀不？要冲我了，这个、快跑！不冲我，冲我，冲我，冲我！真冲你，真冲你！冲我，冲我，冲我！啊，冲你呀、啊，冲你！哎，怎么不冲我呢？哎呦，哈死我了！我操！我哥，你们要去杀吗？这把打完杀，怎么样？行不行，朋友们？我去等你们，我去等你们。这把打完，我们杀一下。等你们。OK， 来吧。嘟嘟嘟，坏了，这个臭小子猛踢我的塔。他想拿我的红，他想拿我的红，他想拿我的红。的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！我直接从上路过来了，我先杀个赛人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去，臭小子胆子真大。完了，他预演。跑跑！坏了，这小子送死流！臭小子，拿龙！他不活了！我预判了他的预判，好大的狗胆！结果他的手速没跟上，真不怪我。我要死了，没救吗？赌油还不我有，但是他，但是他跑太快了。好了，走吧。哥一会儿把你来中路扎，都哥们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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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宝剑 ，good。那中路塔能守住不是一个？我很想守住，波神守一波，别去守一波，守一波，清线儿，这破剑者了，哥们来了，直接锤他，你拿吧，我拉扯。我拉扯是吧？好。哎，嗯，怎么个事儿？这是怎么做的呢？这个可以打不？可以啊，他没血了。朋友们，打完这也成啊，波神，我单打两下子。朋友们，波神再来一波中。行行行，都打完这个就来。
哎，不来了，我能打这个不？可以打，打呗。也没了，中路没了。打呗，打呗。啊，我来了，来了。我死了。我操，那来不了。没事，我的问题。那你别来了。那我都没来，你就打，那你怨谁？那不能怨哥们吧？你等我大的，保住塔了吧？等我大的。我去！哎呦，追不上，我气死了！怎么能追不上呢？375，我385，凭啥追不上啊？谁哥，我帮你推中。好的。等我打完这个也就来。好的，等你打完。你有什么话你要沟通啊？好吗？沟通。好的。我没有那个。好的，不行，我要死了，你能来了吗？你别顶塔行吗？把宝剑。把这波兵。他两个小子凭什么在我们面前这么狂啊？他俩小子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姓啥了？这个大招太漂亮了，波神，掉针呢？哎，我发现了啊，就你小子挨个直播间说掉针是不？啊？一个人都没有，就你说掉针。原来是你小子。原来是你小子。就是这小子。哎，波神这节奏带的，路路通，路路通，条条顺。没想到啊，条条顺，下了这么长时间棋，波神的这个技术还是比较的稳定。是的，非常厉害。波神的阿木木稳定。三项，三什么项？三项，信吧。三项没减速。赛扬搁这儿去了，他去干啥了？他难道想抓你？有点可笑。哎，他果然来了！啾啾啾啾！我也在，来热。他要干啥呀？他干什么？他干啥呀？哎，我好，给我追你了吧？给我了吧？给我了，给我了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了吧？他个赛因，他不好好推塔，他老干干什么东西啊？不是他老帮人。嗯。他很喜欢援助。盲僧是不是在这儿？死了？啊，没死啊！我以为他死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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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三，死。哎，再见。让他送塔了，小比。不是你打得过我呀？那没有办法。给我了吧？嗯？嗯？嗯？等一个帅治疗的。十个红。无限的帅。这为什么也能把我网住？哎，有点问题，哥们的 Q。
这为什么能把我网出？快来！这局赢的好简单，说说打的有点犯困了，倒床就睡那种。没事，一会儿给你提提血药。有点太 easy 了，说实话，放点歌吧，行吗？行，来点歌，都不用放歌。好的，我来吧，我放。你来吧，你来吧。好的，你来吧。到了，把这赛恩给他杀了。嗯，说实话，感觉有点太舒缓了，配不上我们这个游戏节奏。他干啥呢？他，他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断兵线吧，他觉得自己很帅。这也打我？为什么？没用啊。过神，你能打过他吗？你应该能啊，反正。被我戏耍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再来个啥呢？破剑者，切切切！我操！我被四包了，怎么办？没事，博神，你死不掉。来，你留着大招，你有大招吗？他没大，没大招了，但是我有五包。我被杀到了，他们五包我一。我有大，我不回去把他们头全部打得稀巴烂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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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他们运气好，哥们没大。没事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嗯，哪去了？我切切。哎呦。来军带人，干什么 ？C 哥，以你的能力，波神兵打这么长时间游戏，怎么能没到黄金呢？波神上黄金没有？确实。哎。这句话我是认可的，其实还好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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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没用，哎，我直接回家。这把赢了吧？怎么这都不太可能输了，感觉。感觉你现在直接退，应该也能赢。还真是。差不多。优势有点大。
绝不动摇。哇，我操，丢失这么大，我直接在他们高地上面跳舞。哎，真的好顺这把。什么呀，那不使劲的吗，他不得打的使劲吗。哎，我们头上有四个这个星星是什么东西啊？星星啊、哪儿的星星？星星点灯。哎呦我去，有他们点了，点了。哎，要不我们杀杀杀 Let's go Let's go